你先说给谁出题？这谁刚才分最高来的？这他们俩，他们俩支持率最高。那王老师，我才这么挑的。不是挑，那明摆着呢，我不挑他也是那么高啊。来，你来吧，请出来。手下留情啊，毛毛老师，别这么说，谢谢。这回呢，我呢就是说一下，我在春晚的就小品的里边的话，你就模仿一下就行了。哎，小品里话我都能背下来，那不一定，太火了，还有表情的配合。那行，就那段吧啊。啊，来大家看。嗯。今天我心情特别冲动，今夜阳光明媚。今夜多云转晴，就这些吧。没有，很经典，不光台词，要注意毛毛眉宇之间的那个哀愁。那种面对那么一个大家的窘迫、忐忑、拘束，对，你要表现出来。说话颠三倒四，眉宇之间，没事儿。嗯，多云转晴，好，嗯，借我用一下啊。表情。没有这一乐、哦啊、我重来啊王老师、啊、重来开始孩子、你别老说的音乐配合我今晚上心情特别冲动，那我离你远点吧。今夜阳光明媚，今夜多云转晴，你别哭了，我累了。